欧瑞伟入行超过30年，近呢几年佢凭住《爱回家》而令人留低深刻嘅印象。虽然已经年届60岁啊，但因为系武术指导出身，而且一直都保持得好好，所以有一身令人心心眼嘅肌肉。最近佢喺社交平台分享肌肉相，虽然李伟健比起欧瑞伟后生10几年，但佢一身肌肉都唔够欧瑞伟吸引啊。之后欧瑞伟都上载咗另一条短片。短片可以见到他身手不凡，片入面欧瑞伟半裸上身，而下半身就用一条毛巾包住，他一边用手按住楼梯一边跨过去，动作超级利落，还很轻盈。